俾我196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Darren 啦。咁最近咧，我 online 咧系睇到中榴莲呢个猫山王榴莲一吉地咧系可以赚到百几千噶喎。咁样我 online 度睇到咧，佢系讲紧一吉地一个 season 咧系可以赚到105,000马币嘅 ，OK。然之后咧，我再揾啦，揾到咩？花马咧，呢、这个花马，佢都系讲紧一个 acre 咧可以赚到收成到155,000嘅猫山王。再 compare 呢个中油咧，系净系17,500嘅啫，增9倍喎，好远喎。唔紧要，今日咧，我哋笃一笃条数，睇下系咪。真係嘅先，一吉地咧就平均可以種35棵樹，每棵樹咧就有100粒榴蓮，每一粒榴蓮平均1.6 kg， 睇下先，如果然之後每 kg 35蚊，196,000一吉地一個 season， 咁樣如果你有十吉地，咪有196萬。196萬咯，每一年買一間屋都得，或者第二年買一間 Ferrari 都得。我一吉地都冇啦，講咩車啦？壓縮就係咁計啦，但係真係咁易中咩？如果咁容易中，個人有地都發曬達咯。種榴蓮咧就好似～每棵榴蓮咧就好似人咁樣嘅，真係好家人照顧啊！唔夠水又死，浸水又死，太多肥料又死，太多農藥個樹唔死，我哋食落去嘅人都死啊！就仲有一個人都會病啊嘛，咁樣榴蓮樹咧都係一樣會病嘅喎，佢中病嗰時救唔切又死。如果你哋可以解決所有呢啲問題咧，一個 acre 收成196,000咧，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咁如果你想知道關於更多嘅資料咧，可以聯絡我哋。佢單身嘅咧，可以 call 我，可以直接 call 我，單身嘅啫。